秦岚呢日盛装打扮，戴上名贵珠宝出席活动。提到早前在晚宴上面，秦岚就遇上女神林青霞，心情非常兴奋啊！好开心啊！昨天就是很迷妹的坐在她旁边，想跟她合影这样，然后跟她交谈两句，我觉得她好美啊，还是那么美。因为昨天时间太短了，聊两句，然后整个 party 就开始了，所以就是跟她聊了聊。除了青霞姐姐，秦岚还遇到另一位大美人，志玲姐。对，关志玲姐。然后我觉得她还是那么的美，昨天很近距离的看她，她依然超级美，然后皮肤好细啊。我有问志玲姐，我说你怎么可以还那么美？然后因为我觉得大眼睛女生都很难保养，比如说我，但她真的一点皱纹都没有。我说你怎么保养？她说其实也没有啊。那我觉得可能是跟比如说居住在香港有关系吧。